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的是一个为万圣节而做的恐怖地图。因为万圣节快要到了，所以我就拿这个地图来玩玩看哦，就是恐怖解谜地图。OK，开始了。minus 零，就是亮度调零。然后，Valor Sin 152，作者。然后这个是弑神女，小心你的耳朵。看啊。OK，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话，就开始游戏了。开始哦，有装。剧情介绍：我是个12岁的小男孩，没有文凭14。今天是万圣节了，要去糖果吧？去要糖果吧。在要糖果之前要什么？恐怖地图？什么？万圣节？这应该没有太大吧？我就把它调二了。哇，这个床蛮帅的。有什么？有啊，这个剧情轴。这次的地图突然有人跳出来，哇哦！请各位玩家注意，我的，来干嘛？南瓜头，哇！为什么这个叫？衣服、裤子、靴子，规则、剧情，使用铲子破坏血，请跟着剧情走。好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收起。哇哦，全身发亮。OK，还是比较带劲。这是什么？剧情，先规则先吧。不能破坏任何一个方块，除了血。不要作弊，先开和平模式以外的模式，请使用生存模式。游玩本地图，不要尝试离开地图。亮度58星。一下，不是一下，拜托。如果有拍实况，调成70%。刚刚不是说零吗？70。好。全部音效100，除了音乐。这样就把音乐关掉。破坏气氛！哇哦，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气氛？哇！然后，已使用过的控制了控制杆、压力板和按钮，请勿拆一下。和多人游玩，关闭与。无使用模式模组，作弊模组，如放大模组，TMI、NEI 和其他等等，使用1.8的版本，
版本以上游玩地图，本地图，此地图有使用新的指令，作者建议玩家戴着耳机玩本地图。玩，开心过玩啦，好、哦，然后剧情，这个之前有看过了，然后调查全部的房间，除了二楼，好、哦，剧情放着。哦，什么声音？门锁的，谁锁的？好像是我，算了吧，算了，找吧。不可以破坏呀、啊！滑雪滑掉 ，I know it. Need to stop. 有什么意义吗？怎么样呢？这个也是血吗？还真的是。不可以啊！哎，碰不到，我拿到。拿这个来干嘛？不能嘞，不会吧，第一关就卡关，连门都没有出到，哦，还有什么控制感吗？这怎么操作啊？还有血块吗？房间？那怎么开门？跟着剧情走，看一下有东西。重点是我连房门都出不了啊！哎呦，算了，直接开门出去了。
还有吗？该没了吧？好，去第二个房间哦。厕所。喂，棉海绵呢？这个，哦，里面有吗？没有，嗯。你笑吧的嘛？还能？你不是要我一个一个找吧？都没开不到。没了，好，收回去哦。喂，二楼不可以。Then 小剧情重要，我们先去别的房间吧，他们出国了。来去吧，然后我十个饼干。十颗苹果。好，再去那间。那么不友善嘛？友善，跟着剧情走，好啊。这加入会是留到最后吧。哇哦哇哦哇哦！东西吗？直接进家门了吗？我地上都是血。喂。先去另外一边看看先，没了，好，我们就过去。Come find me，不要说啦，我是拿点心吃的，不是来跟你玩捉迷藏的。
你一个音箱要放几次？咦，好像我看到东西，没吗？通不到路。原来这个是红石来的吗？我以为是箱子来。有什么办法进入呢？你玩我吗？算了，没有，stones， 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说回去看。去哪里来找？这不可能不可以过啊，那要怎么破关呢？不要跟我讲是这个哦。没有啊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吧。不可能，他每一次都是没有放这控制杆吧？哦，还有吗？上面应该还有吧？果然还有。好，拿到了，我们就开门吧。准备喽！呀，开错就惨。开这个，准备了，开，没东西。这个房间开着。应该没什么东西的吧？安安，收起来，应该没了吧？走，再来这里看。什么、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塞？顶着我干嘛、顶哦！
这些收起来呀、啊。这是成就吗？成就哪有可能这样多？半翻张纸。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放错边了是不是？我们继续，应该还有一个房间是开。这我们来过了吗？我觉得呢，还是要回去刚刚那个很多箱子的房间去看看呐、啊。可能那边就是唯一的线索。那你呢？就是这里，是饼干，是饼干。往这里，然后再翻翻。还有什么呢？全部都收光哦，看一下下面吧。也没东西。诶，我好奇这是什么东西，可以挖掉了吗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唯一可以挖开的雪吗？好吧。试试看哦，反正破坏了，作者又不知道，哈哈哈！哇哇哇！诶，真的是哦，哇哇哇！挖掉这些先，没有，诶，有箱子，哎，只有地狱之心吗？那角落什么？好吧。懂了，诶，找到钥匙，吃饱先，好，把钥匙装上去哦，准备了，哦，不啦，跑啊！万圣节快乐！Happy Halloween，好了吗？找到哦，可以找到了。64颗地狱之心，我知道少38颗吧。这是什么？非常好玩的，恐怖。哎，普通啊，应该玩完了吧？哦，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？作者，村民啊，作者阿傻，神秘人。Okay. 完了。Spectator mode。拜拜。这是什么按钮啊？
这是什么？诶，你把它杀掉了吗？这么快呢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哦。可能这一个星期，下个星期我不会再拍了。好，拜拜。